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卢俊宏师父。我是来自澳门的同修，想请师父看一下我一个1962年属虎的男的。62年属老虎的男的。对。不好啊，这个整个脊柱歪的，所以人站不直。哦、对。脑子血脉不和。对的，师父。我告诉你，要叫他当心的，他有臆想症。和狂躁症，他会乱想，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另外，他经常会很不开心，发脾气。对对。他吃东西也不好。对啊，他吃不了。现在明白了吗？大家知道了吗？人苦不苦啊？所以你们没有看见别人受苦。你们还觉得你们很苦，你们今天还好好的活着，等到哪一天觉得自己不好的时候，去看看医院里那些躺着叫救命的人，你就觉得你活得很幸福了。还有什么问题啊？师父，要念多少张小房子？还有放生。放生要1600条鱼。哦，小房子要给他念830张。830。好吗？好。经常念完大悲咒之后，帮他脑子前门呐、敲一敲。敲敲。他现在这里整个堵塞的，所以他的手和脚很冷。对对。明白了吗？明白。还想请师父帮我看一下，我们要住现在的房子好一点，还是旧的房子好一点？你能告诉我，现在住的房子是大概是哪叫什么路啊？就路就可以，不要号码的。奥维罗。间就是担着这边。好了，看到了，不大，房子不大，干净蛮干净的，马路很窄。对。你最好能搬。哦。好吧。好好。2个月之后就可以搬了。2个月之后。搬了之后，这个地方虽然。比你现在的房子离市中心远一点点。对对对。鼓掌。但是，这个地方的空气和水质和风水都不错，所以2个月之后就想办法搬过去。好好。好吧。好，想请问一下师父，我们家的佛台可以吗？我看看啊。好。佛台还可以啊，你过去好像拜过地藏王菩萨啊。对对对。鼓掌。我告诉你，地藏王菩萨还到你家。谢谢。经常来。好好念经好吧。我们不但有地藏王菩萨，还有观世音菩萨，如果能求到释迦牟尼佛也到你家里来，哎呀，功德无量啊。师父，想请问一下我们的功课是怎么念？功课要多少？功课是吧？嗯。功课帮你先生大悲咒念49遍。好。心经念21遍。好好。往生咒念49遍。好。礼佛念5遍。好。就可以了。嗯。你好好的帮帮你先生，你先生有点财运的，他靠自己的努力
有点财运。对对对。鼓掌。明白了吗？明白。他人不坏。对。但是他过去呢，我不管他了，他坐在这里我也不管他、嗯、就是现在老实了，过去比较花。对的。啊，桃花盛开。嗯、啊，好不好啊？好好。嗯，师父，我的功课要多少？功课是吧？啊，谢谢。你的功课，你没什么，你就大悲咒心经，嗯、还有礼佛、嗯，你要加一个准提神咒、哦，让自己念得好一点，嗯、好吧、嗯好好？你帮帮你先生吧，好，他其实还是很爱你的，因为你对他，因为你对他很忠诚。他过去有一个，我讲话你不要介意啊。他过去有一个女的，跟他好得不得了，但是呢，最后呢，啊，也耍了他了。你呢，是对他很忠心耿耿的，所以他现在心里呢，只有你，没有他。感恩师父，感恩。怎么讲的呢？有点像一个流行歌曲啊。心中只有你，没有他。师父，可以帮我看一下一个亡人吗？叫什么名字？张思勋。啊？张思。工长张。啊。思想的思。啊，勋就是勋。师父，那个思是那个勋是一个熏陶的熏，再加个力量的力，是左右边旁。啊、谢谢师父。啊啊啊，张思勋、嗯、男的女的？男的。什么时候死的？1995年。张思勋，哇，是你的谁啊？是我先生的爸爸。我的妈呀，跟他长得很像耶，眉毛很浓耶。对对、嗯、哎呀，脾气比他还大。对的、嗯、张思勋走的时候帮他做过道场啊。对对，师父在阿修罗道。感恩师父，感恩师父。想请问一下要几张小房子呢？小房子啊、嗯、再给他84张。84张。你想不想要他来看看你啊？我可以叫他两个礼拜当中下来看你的。不用了，你不用了就算了。感恩师父、嗯、那去看看他儿子吧。好好好好，感恩，好好好，感恩师父，去看他。感恩感恩师父。好了。